来，这个在车经理啊，这个冰箱自己拿，小瓶的就自己拿。冰箱还有那个蛋糕的，这个只要我记得没有下雨，我还有那个，我就会去买哦。来，这个第一个啊，将这个七分之二画成小说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形式啊，这个。将七分之二画成小数以后，小数点的这个第n位的数字，小数点后第n位的数字以 an 表示哦。那则啊，下列哪些叙述是正确？哦，我们就稍微的看一下哦，把这些该上的题目上一上。哦，来，则下列叙述哪些是正确？来，第一个，你这个七分之二怎么表嘞？七分之二哈，这个数字啊，化成小数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数字很常用，这七分之几我们都有一个记忆方法，是这样的，你看啊，这里叫一四二八五七，我们会发现把所有的展开，七分之 x 就会在这个数字里面顺时针的绕行。谁最小？一最小，所以这个七分之一啊，叫做零点一四二八五七循环，零点一四二八五七循环。那第二小的七分之二叫多少？零点从第二小的二开始，二八五七一四循环，可以吗？那第三小的是几？第三小的是四哈，好。那举个例子，七分之三叫零点四二八五七一循环，你会发现这些循环都跟这些数字有关系，这个 OK 吗？不然你们自己打计算机看就好了， OK。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叙述哈，你知道这个七分之二算出来叫零点二八五七一四循环，有六位数，一二
三、四、五、六。那这六个数字每六个是循环一次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A 哦 ，A 一等于二，它是对的。再来 B 哦 ，B 是多少 ？A 五等于四 ，A 五等于一才对 ，B 是错的。再来 C 哦 ，A 一加 A 三等于 A 四 ，A 一加 A 三等于 A 四对吗？你稍微看一下 ，A 一在这里二。A 三是五，二加五有没有等于七？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 C 是对的，因为 A 一加 A 三等于二加五等于七，也是 A 四。那朱是不是就可以看了？来 ，A 二十八等于 A 二十二。你在看这些数字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每几个月循环？每几个月循环？就每六个月循环。既然是每六有一循环，除以六，看它剩下多少。我们知道二十八除以六，六四二十四余几？余四。余四代表每六余一除六余一除，再除四个，得七。同样的道理，二十二除以六，一样余四，算起来是几？是七，可以吗？这两个都是七。最后一个一选项。这个一选项 A 一九九跟 A 九九自己看，我记得是错的哦，这是自己做的，可以吗？自己做哦。好，那第二小题怎么做？第五个我记得是错的，好，你们自己做哦。第五个，第二个啊、哦，第二题 ，A 一加到 A 一百是多少？同学，每六个一循环，所以在加的时候我会几个一组？是六个六个一组，看有几组，可以吗？好。来，我们来开始看哦。这个二加八加五加七加一加四，它是多少啊？这个十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七、二十七，全部加起来是二十七，可以吗？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，一百个数字。每六个一组，所以有十六组余四，所以这剩下二八五七。知道一百除以六等于十六余四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六个一组有二十七，这二十七有十六组，二十七乘以十六，最后还剩下了四个数字二八五七，所以再加二加八。加五加七，这个答案可以吗？哦 ，OK 吗？可以吗？因为我们每六个一组，所以六个六个加六个六个加，最后剩下的再加进去就好。好，同学，我就跟你讲，我今天大概会把这个小数也概略讲完哦。小数最难的是第十页的第四题，这第十页的第四题的话，我不一定会马上讲哦，我可能要看一下我这个上课的状况哦。那我今天尽量哦，把它就一路杀到底，好不好？一路就杀到底，杀到底其实没有很难哦，才这个三四题而已，这个 OK 的哦。来。回到前面了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八页的第二题。第八页的第二题，已知啊 ，A 是介于零到九之间的整数。来 ，A 是零到九之间的整数，看到整数，大家可以凑答案。看到整数之后可以去凑答案哦，就是每一个去凑就好了哦。那如果四十四分之四 A 六三五可以化成有限小数，来同学看到这个问题，第一个把有限先圈起来。有限小数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我们数字之间的位数有限。那如果位数有限，这分母
约后约分以后，只能由几组成？二或五与其次方组成。只由二或五组成。二或五的乘积组成。好，乘方组成哦。那这个时候四四很讨厌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四四代表四乘上几？十一。四是 OK 的，十一是要约掉。那我们知道要约去十一，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四 A 六三五是十一的倍数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来，奇位和扣了偶位和，四加六加五减 A 减三，要等于十一的倍数。来，十二减 A 要是十一的倍数，不是十一位哈，十一的倍数。所以十二减 A 等于十一倍数 ，A 就很简单 ，A 就等于几？一，可以吗？这 OK 吗？轻松哈，零到九只有一而已。好，四加六十，十五减三十二，十二减 A 等于十一倍数 ，A 加的。哦 ，OK， 好，好，这个是蛮简单的。再来第三题哦，这个还多少题？你们学校教到哪里？很前面吗？啊？第一页。第一页是吧？好，告一下。我们那个物化已经开始上课了哦。那如果你们觉得学校老师听起来很辛苦了哦，你们可以礼拜三晚上六点到八点来听听看。刚刚那个在呛我的就是我们的化学老师，对啊，也不看看长什么样。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长得跟我很像。来，来，这个 OK 哦。豆沙料。第三题，来，已知啊 ，n 介于一到一百，而 n 为什么数？来，圈起来，整数圈起来。n 是整数，整数的话，你看到正整数 n， 直数 prime， 整数 z， 都很容易要去怎么样？就很容易要去凑答案，可以吗？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，满足 n 分之一是。有限小数的 n 值有几个？要满足 n 分之一是有限小数的 n 值有几个？那同学，如果要是有限小数，代表是由二或五，还有它们的乘方组成，可以吗？好，你在数东西的时候，哈，很多人在国中的时候，这个因为国中的数字小，都会乱数。可是，在高中的时候数东西，尽量有一个策略，有一个架构。数习惯了会比较简单。来，第一个，我们可以看二的 n 次方的这一种。第二种，我们可以看五的 n 次方的这一种。第三个，可以看二的 a 次乘以五的 b 次方的这一种，可以吗？来，二的 n 次方有几个？二的一次方，这个二比一百小。二的二次方，二的三次，二的四次。二的五次跟二的几次？六次。二的 n 次方 OK 的就有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同学，你要注意哦，一不行，所以二的零次方不能要，可以吗？好。到二的六次方就要六十四，这一个二就超过了，不行。那再来五的 n 次方有几个嘞？五的一次方，五的二次方。五五二十五是不是这样就够了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好，再来二的次方跟五的次方综合的结果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二的一次跟五的一次相乘，可以吗？四五二十，二的平方乘以五，再来八五四十，
二三次方乘以五也可以。再来，十六乘以五就是八十，八十还是比一百小哦，二十四次方乘以五。再来，三十二乘以五超过了，还没完，还有五的平方可以搭配。二乘以五的平方就是五十，再来四乘以五的平方就是一百，这里有等号要注意，四乘以五的平方，所以全部有几组就在这里面，全部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组，所以最后总共有十四个。你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这个解的层次要足够，要出现，不然的话你在计算上面会很乱，可以吗？尽量用整齐的层次去表现这个问题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你们看我数很简单，我建议你像这种数东西的问题，把它盖着，自己回去试再数一次，因为很多时候都会数漏，那你数漏了，你再去看，漏在哪边，你等一下记得回去。不要急，你起得来吗？可以。我应该晚一点，晚上喝的。我等一下给你东西。好，讲义要给那个。好，这样 OK 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对，好。那我们继续喽。我们继续喽。这有些小数的问题啊，来，再来看一下第十页，第十页啊，这个题目还蛮精彩啊，那这个题目有点难，这个我们要再仔细的看过一遍。之前有讲过这个问题，那我希望你们慢慢的再看过这个问题，真的是有点困难了。可以吗？来，那我们来看这个某个最简分数这个最简分数。分子跟分母的和是57，那我们呢将它化为小数，并四舍五入为 0.8。 来，同学，这个四舍五入为 0.8， 请你们圈起来好不好？来，四舍五入为 0.8 圈起来。这个四舍五入为 0.8， 那要问这个最简分数要是多少。首先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假设分母是 x， 分母是 x 这时候分子通常是57减 x。我们如果上下都未知的话，通常我们会假设分母是 x， 为什么？未知数会比较简单，不会有太多复杂的数字，听得懂吗？未知数简单，不会有太多复杂数字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分数就会是多少？就叫做 x 分之57减 x， 那上下是不是都是怎么样？都是整数 ，x 属于 n， x 是正整数，分母分子都是正整数，好，那正整数我们是不是要去凑答案？你在凑答案的时候，就要先去找这个答案的范围才可以凑嘛。对不对？x 是正整数，那我们要去算这个 x 是多少？只要 x 是多少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找。那怎么样去观察 x 的范围呢？关键式是什么？四舍五入为 0.8 的这件事情，四舍五入为 0.8 这件事情。同学，如果四舍五入为 0.8， 这时候 x 的范围怎么算？ x 分之57减 x。 同学，什么叫四舍五入？代表这个数字的范围
是不是可以比 0.75 来的大？可以相等，听得懂吗？为什么可以相等？因为5进位就要 0.8， 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可是你要小心哦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四舍。什么叫四舍？就是要小于 0.85。 你只要小于 0.85， 这个时候可能是 0.84999，9999，纵使很多9。同学，如果这里是 4， 你在舍去是整项还是会舍去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只有5会进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前面会舍去。所以你要注意哦，由图来表示我们的四舍五入。四舍五入，五入是 0.8， 代表这数字比 0.75 来的大，但是比 0.85 来的小，不等于 0.85， 这时候是不可以舍去，舍回 0.8， 可以吗？因为 0.85 是不是要进到下一位去，哦，我们就知道它的范围在这里面。接下来怎么算？你要算这个 x 是不是分数？我稍微的把这个数字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这个数字 0.75 叫做3/4，可以吗？这里叫做20/17。那你这时候要怎么做？同学，你是要去找 x 的范围，可以吗？那找 x 的范围其实有点复杂，但不困难。同学，你是可以把这不等式分成两段来解掉的。这里叫第一段，这叫第几段？这叫第二段。把这两段解完，是不是 x 的范围就出现了？可以吗？来，首先第一段。3/4小于等于 x/57 减 x， 交叉相乘 3x 小于等于228减 4x， 你把 x 全部移过去再除以 7， x 小于等于7/228， 228除以7，7321余18，7214余点多，可以吗？哦，这是第一个范围。第二个范围，57减 x 除上 x。小于20/17，交叉相乘1140减掉20x小于17x，所以接下来算出来，移过来把37除掉 ，x 会大于37/140。140去除以37，来33111，339321，余03，30点多。所以 x 大于30点多。来，同学注意你的排版哦，这个数字我写大了一点。那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知道在判断我们估算的数字的时候，同时你会发现我这里都是用点多，对不对？用民间失传已久的中文数学，为什么我不会写那么细？因为我们只要什么数？
我们只要整数，同学这一题一题，这个层次的下面的做法都是一样的，回去挑一题做哦。我们要的都是整数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 x 的范围了？所以可以知道 x 大于30点多 ，x 小于32点多，所以算出来 x 等于31或者32。那这个时候 x 分之57减 x 叫做31分之16，哦26对不起，31分之26或者是32分之20，有两解哦，同学。这个问题哦，每一个步骤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们哦，这个下面挑就挑第一题做就好。同学把第一题拿回去做完哦。第一个找范围，第二个分段解不等式，解不等式以后带回去要检验。我们检验完发现这两个都是合的，检验完发现这两个都是合的，所以两组答案我们都留了下来哦。两组答案我们都留了下来，是因为我们检查完。发现这两个答案其实都合哦，其实都合。OK， 回去要写过哦。精神哦，这个第十题比较难，那我们再讲，我同学我再讲两题就下课好不好？还是你们要我讲完？我可以再讲两题就下课吗？哦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其实比较 OK 哦，这不会到太累，但是也还是有足够的分量哦。这个讲两题就下课，下个礼拜的话，我们会把下一段讲完，然后下礼拜我们就进一之二哦。那该写的作业稍微写一下哦。哦，来，我这个擦掉了。哎，你几班了？对，12班。妇女有没有是1班或10班的？有认识的吗？没有，这个主女的1班或12班是主女最幸运的老师，他们的数学老师是蛮强的，真的。那么李红，那是一个女生哦，这个气势很强的女生，她教的很强。来看一下这个第11页啊。第11页这个问题，来看，稍微看一下。11页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11页是要利用我们刚刚的公式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一个数解，去推一个答案哦？这个陪你们推一下，好，陪你们推一下。我再讲两题，好，再讲两题，好，不过这两题的话，我希望你们后面对应的作业也要写。来，首先记不记得这个9487，9.487循环你要怎么画？9.487循环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怎么写？有循环的写9，没循环的写0，分母叫做990，上面是全部扣掉不循环的部分，9487减94。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好，来，大概长成这个样子。你从分母可以知道它小数点后有三位，你从上面可以看到它的长相。那回来这个题目哦，他说啊，99999等于9×41再乘上271，
这个数字题目给你，我们要把41分之1化为循环小数，去问小数点以下第2016位数字是多少。那同学，其实这一题的本质有两个方法，法一是想办法化成公式去推，听得懂吗？想办法化成公式去推，怎么推呢？看完就好了。这个数字叫做41分之1，我们分母有九有零，是不是才可以画出我们原本的这个循环小数？那这个41分之1它是多少？它比一小，它可以通分。下面乘上9，乘上271，上面乘上9，乘上271，乘完分母就叫做99999。那上面是几？2439。2439。来，对于这个数字而言，同学，分母的59代表什么意思？全部都是九。第一个，小数点后有五位，第二个，每一位都是九，代表都循环。代表这个数字算出来零点，后面的五位，1、2、3、4、5，都会循环。那这个时候分子是不是全部扣掉不循环的部分，就要填进去？那这个2439怎么填？同学，减零嘛，对不对？代表不循环的部分是不是前面的这个零？可以吗？那后面怎么表示？你要填五位数字，只有四位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前面加一个什么东西？零。所以后面的五位应该是02439。看得懂吗？因为我们知道上面是全部扣掉不循环的部分，你看02439减零是不是一样是2439？就是我们原本的题目的答案，这个2439。所以就这样，到0.02439，五位一循环，1、2、3、4、5，那2016除以5余一，余一代表这个数字是几？数字为零。好，来把它写一下哈，这一题基本上来说就是利用前面的规则去背去推的哦。那这个问题如果你前面的规则没有熟的话，可能就会比较卡。可是如果你比较卡，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算？我这样问就代表都会有。怎么算？很多人都不会这样算哦，但是老实说，我觉得这样算也不错。我反而写在这里，余一它就是零哦。另外的解法，我老实说，我觉得不差。可是很多人都选择不这样解。你如果真的不会换，你可不可以直接除？直接除不会比较慢哦。来，一除上41，0.00，开始喽，开始就往下了。如果是零的话，42的8，82余160，3。
180就行，180。四，164，余六160，三，123，余七，6-2，5-2就是370，94，369，余一，再来零，不够写。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2×41就是82，所以是又下去了，所以是0.02439就出现了。这有没有很久？其实除起来没有很难除。说真的哦，这个很多补习班老师都只教这个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直接除比这个判断其实没有慢到哪去，你会发现，就直接除就好了，这个数字而已就算嘛哦，那这样子，那这个时候来每五位循环。我们把2016全部要看第2016位，除以5，答案是一样，余一，最后是零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我第六题讲完就给你们下课哦。那这个作业回去班要做一下，来，这看得懂吗？直接除，去找到循环的数字这就可以了，看得懂吗？你直接去除嘛，就变0.02439，02，相比已经是439，02439是一直下去，可以吗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除完就好了。好的，来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题哦，这第六题蛮简单的。粗心的小明在解一道数学题目时，不小心把某一个正数与0.3的循环相乘，那我们写错了，我们本来要跟0.3的循环相乘，结果我们乘乘用0.3去乘，算完误差是21，要问这个数字是多少？来，同学。某正数假设是 x， 0.3 的循环会比 0.3 大，所以你会发现 x 乘上 0.3 的循环减掉 x 乘上 0.3， 它会怎么样？差21，误差是21。那同学，这个乘除是可以换成分数，小数点后只有一位，你要嘛就慢慢分，要不然你就是用刚刚那个方式去记。小数点后只有一位，有循环写9。这时候呢，这个数字我们就可以写咯，这个 x 乘上9分之，分子是全部扣掉不循环的3-0，再减掉 x 乘上10分之3。这两个相减，根据题意叫做21。那我们最后再乘上30就可以算了。来，乘上30把它算完，变成这个1/3，10x 减掉9x 乘上30，等于630。我们算出来 x 答案是630，答案是630。最后，我们再把这个练习一下这个循环小数跟分数的互换。0.28循环，我再说一次，这个东西你可以这样写 ：x 到0.28循环，你乘上100倍，让小数点往后退，28.28循环。那你相减99x 等于28。x 叫做99/28，你也可以直接去算，小数点后有两位，有循环写9，没循环写0，全部扣掉不循环的0，
你计看计算还是差了很多嘛，速度都差了很多，所以我会建议你们还是记一下哦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同学，这个后面的作业哦，请你们稍微的写一下，我帮你们勾一下要写的问题哦。来，13页的前面的话是写1234，来1234写一下哦。来，那这个12页写一，12页写一题啊。来，不是12页哈，不是12页哈，讲错了，讲错了，我这个第几页？第10页写一啊，对不起，10页写一，刚口误了哦。再来第9页写1234，再来第6页写123。哦，前面就每题都写下来了。再来第5页，哦，第5页也是全部，啊，前面全部都要写哈。我的题目没有出很多，我基本上是一个例题搭配一到两个类题哈，后面才会比较多相似的练习。同学，你们先确实的把前面写完哈，那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就继续往下做哦。这个下个礼拜的话，我会把1级全部教完哦，所以这个今天就上到这边，各位同学辛苦你们 ，OK， 就这样吧，哦，有问题就留下来问哦。